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以太阳及其光辉发誓 以追随太阳时的月亮发誓 以揭示太阳时的白昼发誓 以笼罩太阳时的黑夜发誓 以苍穹及其建筑者发誓 以大地及其铺展者发誓 以灵魂使他均匀 并启示他善恶者发誓 凡培养自己的灵性者必定成功 凡伤害自己的灵性者必定失败 这么多人因过分而否认真理 当时他们中最薄命者忙上前来 使者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让真主的母驼自由饮水吧。” 但他们否认使者而宰杀母驼，故他们的主因他们的罪过而毁灭他们，使他们普遍受难。他是不顾虑那灾难的后果的。